这下午把砖运过来了，7000口砖。今天接了朋友娘翻斗的车来了，把它运到池子里面去，明天有师傅回来干活。搬砖。不知道怎么翻斗，翻一斗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送水时间来了，我也是这个柠檬。你怎么跟马尿一样啊？蛋，喝。还有马尿啊？还有马尿啊？做好了，是你孩子比较紧，我大姑做的，叫他们吃饭。又加了一个蔬菜，吃饭。来个满意酒，瞧这个玩意儿，好这个气氛瞧。